福興環社村一位媽生的民眾，因為丟癌，太太因為照顧伊，無法度來做工作，兩個囡仔嘛跟咧讀書，失去了經濟來源，生活陷入困境。在知影消息了后，鄉長張延鼎、議員陳秀寶是結合白米伯，做伙早著物資前往關心，鼓勵伊全身養病，嘛準備將伊的情形通知慈善單位來請求協助。鄉長議員是早著一寡民生物資來關心買生的民眾。鄉長指出，針對買生民眾的情形，雖然生活困苦，但卻無法度申請加收入戶，屬於社會邊緣户，伊愛盡力來幫助伊。因为身体无好，囡仔嘛还搁咧读册，虽然身体无好，但是伊哦，其实如何搁申请袂过，这是社会边缘户啦。拄啊好，咱议员吼，咱的消保议员吼，真关心咱的弱势，搁咱白米伯吼嘛真关心，所以讲今仔日吼，咱会同咱邀白米伯安尼专工来加关心，我希望讲吼，这社会，像这种社会黑暗的角落吼，会当社会的人会当吼，大家伸出援手来个斗相共。即摆议员是准备将这个案甲其他慈善团体通知，嘛希望大家做伙来帮助因。因为马先生他本身罹患癌症，嘛太太要照顾伊，嘛无法度做工课，伊个囡仔也搁咧就读，吼在都还在念书。因为伊算属于是边缘户啦，他们低收的门槛是没有办法申请。希望说社会各界吼可以提供他们资源的吼，弄一旦大家伸出援手。公所这边嘛尽量改到三工，第一家一寡社会团体、慈善团体，我嘛尽量改这讯息吼，改发放出去，希望讲大家共同来改关心吼。针对这样子的社会边缘户，其实吼，伫个咱的生活环境内底还阁足侪吼，这是咱的政府照顾袂到的所在，若需要社会大众吼，大家改到三工。乡长表示，政府资源有限，民间力量不强，社会上也是有真多类似的个案存在，希望大家多多来关心，让社会更加温暖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